能看到吗？隔壁看到了，很卡啊。啊？什么不能看？基本上不能看。你点一下的话，它是就是帧数很慢的一跳跳跳。那是什么原因？因为上几个肯定跟这个路线应该没关系，上几个都是那种的，那边人多不多？没人点。这边现在卡不卡？还卡吗？嗯，那边卡不卡？啊，卡吧。非常卡，非常卡。你这切换一下，它这个就是一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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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来的。那怎么办？是什么？肯定传输的问题了。是传输的问题，网络信号的问题。网络信号的问题。再说。还卡吗？还卡就不管了。现在开始啊。那上一节课呢，我们做了一道带有残余应力的一个压感的一个题。那么这节课呢，我们把这道题稍微复习一下，因为上节课我们正好要比较三种情况。第一种情况呢是边缘残余压应力为负，第二种是边缘残余应力为正，第三种是残余应力为零，比较这三种情况的极限承载力。当然上一节课已经有同学直接告诉我们说，这三个极限承载力肯定边缘残余压应力为正的时候呢，它的极限承载力是最高的。那么这到底什么原因呢？我们下面呢先把这三个情况再比较一下，把它的荷载位移曲线比较出来，那么后面还要比较它的荷载应变曲线以及它的柱子曲线呢，这两个呢就留给大家课后去自己去比较。那么我们先来比它的三个荷载位移曲线。首先呢，我们把这 EX07A 啊回过头来稍微回顾一下，那么我们把它的这个长度写成2.5米，然后这个初始缺陷考虑为1/1000L 要考虑上去的，然后这个荷载我们要施加上去，这个荷载施加上去了。同时呢，把这个残余应力呢，我们首先呢先考虑一个-0.8的压应力，然后我们把 EX07 呢重新计算一下。我们打开这个弧长法的开关，用弧长法来算，这样的话曲线光滑一点。那么 EX07A。那么这边可能计算稍微花一点时间，那么这边呢我们就过来翻过来讲一下，为什么这个
残余，这三种残余阴历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影响，那么它对长柱的影响大还是对短柱的影响大。我昨天晚上呢画了几个阴历图啊，画了几个阴历图。首先呢我们来看一下，如果说这个柱子呢比较细长，当柱子比较细长的话呢，我们可以看到，那么这个截面上，譬如说跨中截面上的阴历分布是怎么样一个情况呢？首先这个呢是原来的残余阴历分布，对吧，是 0.8 倍的负的 FY， 中间是拉阴历是 0.4 倍正的 FY。 如果是这样的话，我假设这样残余阴历分布是这样的，那么如果是柱子比较细长的话呢，相当于我这个譬如说我达到 0.3 倍 FY 的时候，柱子可能就失稳了，对吧，那么我这个均匀的轴压力呢基本上是 0.3 倍的 FY。 那么在跨中截面呢，假设呢这个它的这个就是弯曲阴历，因为跨中截面还有弯曲是吧，跨中截面实际上是轴向压力和弯曲阴历一个叠加，那么这个弯曲阴历呢就达到1.0倍的 FY。 那么我们把这三个阴历进行一个叠加以后呢，我们就看到这边总的压阴历呢就是0.8 加 0.3 再加 1.0 就是 2.1 倍的 FY， 实际上是应变了，对吧，因为平截面假定。然后右边呢我们看到是 0.8 加 0.3 再减去 1.0， 对吧，就等于正的 0.1 FY。 那么中间这个点呢是 0.4 减去这个 0.3，那么就是 0.1 倍的 FY。 那么如果说这个结构是这个截面是纯弹性的话，最后它的阴历分布会不会就是这样的，对不对，这三块的叠加上了以后呢，它应该阴历分布就这样的。但是实际上呢我们看到，因为这个构件呢是有理想弹性的，对吧，所以说呢它的阴历不可能超过 FY， 因此呢这个地方这个点呢是 1.0 倍的 FY。 那么也就是说呢，在这三个阴历的叠加下面呢啊，我这一部分区域进入塑性了，对不对，这跨中截面的这部分区域进入塑性了。那么这部分区域进入塑性之后呢，我就把它抠掉。为什么呢？进入塑性之后我们知道 ET 就等于0了，对不对，这个截面就没有刚度了，那么还剩下的一部分弹性和呢就这么多，对吧，就是右边这一部分。因此呢我把它全部按比例画出来了，我这个全是按比例画的。因此我们看到，如果是我们这个题里面是75毫米宽的这个异源，对吧，那么这边呢它大概这个失效的就是进入塑性的部分呢就是 18.8 毫米。那这是第一种情况啊，这是边缘残余压阴历为负的情况。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考虑一下第二种情况，如果说没有残余阴历，就这个没残余阴历，那么这样的话跨中截面直接就是一个轴向压力和一个弯矩的一个叠加，对吧，就是轴压力和弯矩的叠加。那么这样的话呢，两个一叠加之后呢，我们就看到这边呢是 1.3 倍的 FY， 是吧，压力这边呢是 0.7 倍的 FY。 我们把它拉一条直线，然后呢大于 1.0 的这部分进入塑性了。那么结构还剩下多少弹性核呢？还剩下这么一个弹性核。那么也就是说呢，它失效的部分呢是 11.25 毫米。那么很显然这两个比较一下，当我们的跨中截面的应力状态达到这个应力状态的时候，这两种情况它谁的这个弹性核大呢？很显然第二种的弹性核要大一点，对吧，啊，这边选完了，我们把这个把它的核载位曲先画一下，接下来再讲。我算了1000多步。很多人问我怎么一下你拉到底下了，按住 shift 啊。我们把这核载位曲线做一下，为了比较的方便，我把这个后面不用那么多啊。好，这是第一条，这个是边缘残余压力为负的一个情况。好，我们接下来把这个命令流改一下，来算一下第二条边缘残余压力为零的一个情况。好，这边让它计算，我们继续来分析。
那么大家看到边缘差应压应力为零的时候呢，我们看到这边呢最后叠加下来一个应力状态呢就这样，这边是 1.3 倍的 Fy， 而这边呢是 0.7 倍的 Fy。 那么这样的话呢，进入塑性的区域啊，进入塑性的区域就这么多，那么我量下来呢就是 11.25 毫米。那么最后剩下的弹性核呢就是这边这一块啊，这是第二种情况。我们再来分析第三种情况，如果说边缘的残余应力为正的情况，它是什么样的呢？同样也 叠加上跨中截面的这两个应力状态，叠加上以后呢，我们就看到这边呢就是负的，就1.1减去啊，不是1.3对吧，减去0.8就等于负的0.5，对不对？这边就是负的0.5 Fy。 然后跨中截面这个中央这个截面呢就是负的0.4加上负的0.3就是0.7倍 Fy， 对吧？那么最右边这个截面呢就是多少呢？就是1.0，这边1.0加上0.8再减0.3就是1.5倍的 Fy， 对不对？那么这样的话呢，我通过这个线直线把它连起来，那么这块对于这个边缘残余压应力为正的情况来说呢，那它进入塑性的部分就是哪些呢？就是右面这一部分，对吧？同样的道理，我把它这个弹性核找出来，那么它还剩下这样一大块弹性核。那么也就是说呢，我们对比三种情况，我们对比当柱子比较长的时候啊，中间截跨中截面它压应力比较小，然后弯矩应力比较大，对吧？柱子比较长，那么这个原有的残余应力状态叠加上现在我们新的这个应力状态之后呢，就会找到下面这三种，得到下面这三个应力状态。那么如果考虑材料的这个弹塑性啊，那么就会得到在这个应力在这个荷载状态下呢，那么三种情况它的弹性和分别是啊，就失效的部分呢分别是18.8毫米、11.25毫米和8.52毫米。那么从这个我们可以比较看，那么这三个截面它哪个弹性和最大呢？很显然最右面这个弹性和最大，对吧？那么右边这个弹性和最大，所以说呢它的这个极限承载力就会越高，因为我们知道稳定是由刚度来决定的嘛，基本上，对不对？所以说呢从这个情况呢我们看到对于长柱来说啊，它的这个当边缘残余应力为正的时候，它的极限承载力是最高的。而且我们可以看到这两种情况呢比较接近，这个情况是 8.52， 这边是 11.25， 但这种呢就会多的很多，大家看是 18.8 是吧，就是进入塑性的这个截面会多很多。所以说呢当边缘的残余应力为压应力的时候呢，这个压杆的承载力呢会下降的比较多一点啊。等这个呢是长柱的情况，大家其实回过头来我们还可以再分析一下短柱的情况。如果说我们这根柱子比较短，那么我们再来看一下它的这个应力状态的叠加其实又是不一样的。假设我们这根柱子比较短，那么就会是右边这个情况，我们来看一下右边的情况。如果柱子比较短的话，我们知道最后柱子应该是一个弹塑性失稳，对吧？在失稳的时候呢，它可能轴向压力比较大，而弯矩呢相对来说比较小。那么我们假设柱子失稳的时候可能是这样一个应力状态啊，这边就算好了。这个呢是边缘这个残余应力为零的情况啊。好，这是第二条线。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算第三条线，当然我们把这个改成正的0.8。好，这边呢计算，我们接过回过头来再来解释这边。我们看到如果说这根柱子比较短，我们可以回过头来看看它的应力状态是怎么样的。仍然前面三张图是这个，上面这三张是残余应力。那么柱子比较短的时候呢，轴向压力比较大，跨中的弯矩会比较小。那么这样的话呢，三个叠加起来，我们就看到在这边我们就可以看到，对于第一种情况边缘残余应力为压应力的时候，
那么这边零点八加零点八再加零点三，就一点九。这边呢是零点四加零点八啊，零点八加零点八再减零点三，等于一点三。那么对于这样一个截面，最后剩下的弹性和我们看到这两边都进入竖性了，对吧？这一块和这块都进入竖性了。那么最后剩下的弹性和呢，就是中间的四十毫米，对吧？中间的四十毫米，这是第一种情况。第二种情况，如果是没有残余应力，没有残余应力，那怎么样的呢？这边就零点三加一点八，这边就一点一，对吧？这边零点三减零点八减零点三，这边就是零点五。那么最后呢，就会有这样一块竖，就是进入竖性截面。那么剩下的弹性和呢，就是这样一个情况，对吧？剩下的弹性和是这样一个情况。那么第三种情况，如果是边缘残余应力为正的时候，那么这个时候再叠加上这个零点八和零点三，我们就看到这边变成什么样一个情况呢？这边零点八加零点八没了，对吧？还这边就剩下零点三，啊，到这右边呢，是零点八和零点八也抵消了，这边还剩下个负的正的零点三，那中间呢是零点四加上零点八再就等于一点二，对吧？那这样一个情况，我们看到，对于这个柱子比较短的时候，这个压应力大，弯曲应力小，最后呢它失稳的呢是中间这部分，那么剩下一个什么样弹性核呢？剩下这样一个弹性核，对吧？中间没了，所以说我们看到。对于短柱来说，哪个极限承载力会最高呢？对于这三种情况，大家判断一下，他们三个弹性和哪个会最高？对于弹性，哪个弹性和的刚度最大，哪个 I 最大？来想想看，啊，还是最右边的最大，对吧？因为中间其实对 I 来说基本上没什么影响的，是不是？所以说，而且通过这个应力分析，我们也可以看出来，对于短柱来说，它的这个影响会更大。对吧？为什么？因为这个 I 基本上就没有削弱，这个 I 基本上就没有削弱。大家想想看，是不是这个弹性核基本上就没有削弱？所以说呢，通过这个应力分析呢，我们也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啊，和我们这个计算结果一致的结论。这边我给它停掉了啊。然后呢，我们把这个来看这三条曲线，大家来看一下这三条曲线啊，这一条呢是边缘残余拉应力，对吧？这条呢是边缘没有残余应力，这条呢是边缘残余压应力。我们首先从这个曲线上就可以看到，对于这个边缘残余压应力来说，它的这个影响是非常大的，而且它的刚度大概从这个点就开始减弱了，是吧？就说明实际上大概在零点二左右的时候，如果你边缘残余压应力的话，它就已经有截面开始提前进入竖性了，对不对？提前进入竖性。而这个边缘残余拉应力和这个没有残余应力这两个相比呢，它的承载力呢大概会高一些，对吧？会高一些，但是不是高特别的多，因为这根柱子可能比较长，所以高一些不是高很多。那么所以说我们看到呢，在这三种情况呢，它的这三个荷载位移曲线啊，我们可以看到到后期又基本上完全重合了，从这个点呢开始分叉，对吧？啊，这就是我们看到残余应力的影响呢，基本上是在这个区域的影响啊，而且这个呢和我们刚才这个分析出来的这个结果也是完全一致的，希望大家把这个回去好好自己分析一下啊。这个呢就是我们讲的这道题EX07A 这道题。那么 EX07A 后面还有几个，譬如说比较上述三种情况的荷载应变曲线，那么荷载应变曲线怎么样得到它的这个应变，那么譬如说怎么样得到这个截面上这个每个点的应变随着这个 time 的这个变化，那么希望大家回去自己研究一下了。那么还有一个，这个是三种情况的这个柱子曲线啊，这个就多算几根杆就可以得到，那么这个也是大家回去自己试一下就行了。好，接下来我们要做第二个拓展题啊，刚才我们做的呢都是弯曲失稳，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要计算一根弯扭失稳的情况。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新的计算条件，
这个材料呢还是理想弹数性，截面呢是一个梯形截面啊，是一个梯形截面，而且呢是轴心受压构件啊，是荷载呢是作用在行星的。那么它的初始缺陷呢仍然是这个正弦曲线，同时呢我们这道题里面我们不要去考虑残余应力了，太麻烦了。然后我们来计算它的它的这个极限承载力 PU 啊，我们看一下 EX07B 这个计算结果啊，我们先把 EX07B 来运行一下。把 EX07B 打开，这个呢是用弧长法跟踪出来的荷载位曲线，我们来看一下它的这个稳定系数，这个稳定系数大概是0.43369，那么第十步我们读第十步啊，或者我们就读最后一步好了。然后我们来画这个，就画它的重弦应力。我们看到了这个是梯形截面的一根梯形截面的柱子，那么如果我们从上面看俯视的话呢，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梯形截面柱子呢实际上是又弯又扭，对吧，一个弯扭失稳的一个情况。当然它这个扭呢就是扭这个截面的扭转角呢不是特别大，但是我们看到实际上是一个比较明显的弯扭失稳。那么在荷载作用下，我们把这个荷载也显示一下，大家看到这个荷载呢是作用在行星截面上的，作用在行星截面。那么接下来我们把这个命令流好好读一下啊，当然前面三句话也是一样的啊，先建清空数据库，然后取文件名，然后接下来呢把这些基本参数输进去。那么这些参数呢是我根据那个我们实验课有一年的实验课来定的啊。那么这个高度是100毫米，宽度是50，那大家如果是我们同济本科生就上过我们那实验课的话应该就是印象比较深。那么这个副板厚度4毫米，一元厚度5毫米，那么计算长度呢先取1米来计算，然后它的初始弯曲呢也是取1000分之L啊，弧长法控制参数反正这个0.25写在这儿啊。那么接下来呢就是定义这些材料的参数，那么材料呢是235，然后弹性模量仍然是2.06×10^11，这个泊松比是0.3。再接下来呢我们把这个截面面积先算出来，截面面积呢就等于这个截面面积算出来以后呢就它就等于 B 乘以 H 再减去一个啊，这个应该没算错啊，然后呢我们再把这个 FF 算出来， FF 呢是全截面屈服荷载，对吧，把这个 FF 呢施加到这个是作为这个压力施加到构件上的话，最后我们得到的 time 呢就是这个稳定系数啊，分段总数是10段，把这些参数呢先输进去。接下来定义本格关系啊，采用的是理想弹数性。那么理想弹数性呢，还是我们以前学过的，用 TBBKIN 是吧？然后采用 TBData 定义 FY 和 ET。那么这个我们都学过了。好，接下来呢，我们要定义单元类型，同样还是采用 BIM188 啊，而且呢，我们打开形函数精度这个开关，而且大家注意，这个 Qoption 一里面，我把这个翘曲自由度也包含进去了，对吧？我把 Qoption 一这个开关也打开。因为我要考虑翘曲自由度，现在是弯扭失稳了，对吧，这个翘曲可能对极限承载力有所影响，所以说呢我们把这两个开关打开。好，打开以后呢接下来定义截面，这个 ANSYS 呢非常方便，提供了这个梯形截面的定义的这个方式啊。首先呢我们定义这个截面为梯形截面，它的划分精度呢是2这个参数，然后呢 section offset 呢就是采用对行星对中啊，对行星对中，那么基本的这个截面参数呢就是 BHTFTW， 我们把它输进去，然后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截面。好，我们把这截面画出来，这就是刚才我们看到的截面啊，大家看到这就是它的截面。那么这个截面画出来以后呢，我们还可以 list 这个，大家看这个截面就画出来了是吧，还可以 list 一下啊，因为我们把 list 出来呢，它可以得到很多参数，比如说面积 IYYIYZ 还有 IZZ， 还有包括这个 warping constant， 就是翘曲常数和扭转常数，它都可以得出来啊，都可以得出来。那么这两个得出来以后呢，我们看到这个
截面输进去以后，在这个题里面，我们首先我们是轴心受压构件，所以我们对中的时候呢，采用的是行星对中。大家注意，对于梯形截面来说，大家看它这个里面画了两个点，这里是一个行星，对吧？这个点是什么？剪心。所以剪心和行星是不重合的。而且我们看到 ANSYS 它算剪心是算得很准的啊。它按理说呢，我们通常大家钢结构里面学过，这个剪心就是两个鼻中线的交点，对吧？实际上大家看它是比这个鼻中线的交点还要上去了一点点。为什么呢？因为 ANSYS 在算的时候呢，是采用截面的积分来算这个翘曲常数的，所以说呢，它可能会考虑一些次翘曲。按理说这个 I 欧米伽对于梯形截面来说是等于零的，对不对？是等于零 I 欧米伽，因为它所有的板件都通过剪心嘛。但实际上呢 ANSYS 呢，它还可以算出一个 warping constant， 我们看到就是比较小，是吧？就这个只有这个 I 欧米伽比较小，所以说呢，实际上呢，我们看到 ANSYS 在算这个呢，它算的比较准，它这个剪心呢。并不是正好在鼻中线的焦点，而是比这个鼻中线还要上来一点啊。好，接下来这个截面定好了之后呢，我们就定义单元和节点。当然这个单元和节点和前面一样的了啊，我就不多讲了。那么我们把单元和节点直接copy进去啊。同样我们要画一下 plot element， 另外呢还要把它的这个形状给画出来。画出来之后呢，我们还要俯视一下，看一看我们这个加的对不对，对吧？我们的初始弯曲呢是1000分之 L， 但是这个1000分之 L 呢是怎么加的呢？是绕弱轴弯的，对不对？如果你加了绕强轴弯的话，最后它算出来什么样情况？它就会算出绕强轴的弯曲失稳，对吧？我们等会儿可以试一下。那么现在呢，我们加的是这样一个初始弯曲，是绕着弱轴啊1000分之 L， 我们可以对比出来。好，接下来呢就是定义边界条件，然后施加荷载。那么边界条件里面呢啊，为了对比这个翘曲的这个边界条件呢，我先不加翘曲。那么首先呢，我把 UX UY UZ 以及绕着杆轴的这个扭转先约束掉。大家看，我先把这些约束掉，先拷贝过去。好，在这个约束里面，大家注意啊，我还现在呢并没有约束端部的翘曲，也就是说我端部截面呢现在是可以自由翘曲的。但要约束翘曲是采用什么样的这个命令呢？也是 D。但是呢，大家注意翘曲这里的参数就不一样了，填的是 warping， 对吧 ？WARP。所以说呢，我现在还不约束翘曲，我先就让端部截面可以自由翘曲，然后我们来那个算一算，再把荷载加上去。这个荷载呢，我们加的是负的 FF， 是这个全截面的屈服荷载。好，就这样一个情况。那么到这样呢，我们现在呢就把模型全部建好了啊，分了十段啊。好，接下来就进行非线性求解。当然了，在求极限承载力的时候，我们前面考虑了材料的理想弹舒性，接下来呢，我们当然肯定是要打开几何大变形的开关，对吧？考虑这个应力刚度，然后呢，我们可以采用弧长法来跟踪啊，采用弧长法跟踪，然后接下来进行计算，在计算过程中呢，输出每一个子步的结果啊，输出每一个子步的结果。那么下面呢，我们就让它计算一下，啊。下面我们就让它计算一下啊，啊，这个啊，这个应该很快就算过顶点了。我们把它的画到我们 Excel 里面来 ，EX07。我们看到呢，这边呢，我们把它的，这个是刚才我们计算完了，计算完了呢，我们还可以找到最大的稳定系数，这个我就不去输入了，这个反正我们前面找这个稳定系数，等会儿来找一下。接下来我们把这个后处理把荷载位曲线画出来，我们关心的还是它的荷载位曲线。那这个位移呢是跨中截面的位移啊，侧向位移。
这个 Excel 啥时候要是能改一下缺省的图是这个，这个这样就好了，对吧？好，这个呢是是这个和第一个荷载位曲线啊，这个是我们刚刚算完的第一个荷载位曲线。我们看到它的最大值呢大概是在0.3369，对吧？也就是说这个时候它的稳定系数呢是0.3369。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要把这个稳定系数来算一算了，到底对不对，对吧？这个稳定系数，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要和这个理论解对比一下。那么我们知道理论解的话，大家在干这个里面都学过，我们在计算这种歪扭失稳的时候，我们要采用等效的歪扭长系比，对不对？等效歪扭长系比，那这公式就比较长了，而且这个里面这个 lambda theta 还是挺复杂的，是吧？这么复杂一个，所以说呢这个呢当然没关系，我已经编好了啊，我在 Excel 里面已经编好了，而且我这个纯粹都是为了给本个人上实验课编。 7B 打开，那么我们看到我们采用的这个截面是采用的截面呢是100×50×4×5的，对吧？100×50×4×5，那么它的承载力我们就可以估算出来。在这个里面我们看到这个 I Omega 呢是1886284，和这个基本上采用的是 ANSI 算的值，那么 IK 呢也是我们后面算出来的。那么这样的话呢，我们这个它的这个计算长度呢是 LX 是1米， LY 呢是也是1米，这时候 LC 它等于多少呢？其实 LC 它大家想想看， LC 它等于多少呢？我断截面不能扭转但是可以自由翘曲， LC 它应该等于多少？可能大家都忘了啊。这个时候呢 LC 它应该是部截面，就是端部截面可以自由翘曲但是不能扭转的时候，这个是等于1米。那么这三个计算长度输入以后呢，我就可以分别把 lambda x、 lambda y 和 lambda theta 都算出来啊，这三个值我算出来，算出来以后呢我就可以看到 lambda y 呢就是绕着强轴，绕着这个弱轴的这个长系比， lambda theta 呢就是扭转长系比，最后呢就会得到一个 lambda omega， 大家看到这很长，对吧？很长一串。那么得到它等于多少呢？是 129.25。那么这样的话呢，我就可以根据这个，比如说 129.25 呢，我就把它做一个正则化啊，就可以算出来。那么最大的这个 lambda y 一把，这个 lambda omega 一把呢，就等于1.3895。那么于是呢，我就可以用这个欧拉公式，我可以把它算出来，就等于一除以这个 lambda 一把的平方，对吧？那等于0.5179。那么这个规范的 B 曲线我也给它算出来是0.39。那么刚才我们 ANSYS 的结果是多少呢？我们 ANSYS 结果是在这边，是吧？是0.43369啊。那么我们 ANSYS 结果呢是0.43369啊，就是这样一个情况。那么这个做好了之后呢，我们就可以在这个柱子曲线里面进行一个对比。那么这个是我以前弄好的。那么这条呢是叫欧拉曲线，对吧？这条呢是规范的 A 曲线，这条呢是规范 B 曲线，这条是规范的 C 曲线。那么我们 ANSYS 算出来的结果呢就这个地方啊，大家看到我们 ANSYS 算了一个结果出来，对吧？那么对于这种歪扭失稳的情况来说啊，大家注意我们采用的这个长系比是什么呢？是等效的歪扭长系比，采用的是 lambda omega 一把，对吧？好，接下来我们再来做一些其他的一些思考。首先第一个就是观察构件的失稳形式。那么很显然这个构件的失稳形式是什么样的？是一个歪扭失稳，又弯又扭，是吧？它绕着弱轴弯呢就必然会发生一个扭转，那么这个呢是一个歪扭失稳的现象。那么它歪扭失稳的话呢，我们也可以把这个每一个截面的这个每个节点的扭转角我们也可以得出来。比如说我们可以 list， 因为后面我们要进行一个对比，比如说这个是应该绕着 y 轴的节点的扭转，对吧？转角我们可以 OK， 大家看到这个转角端部两个转角是零，那么这个转角呢我们可以看到每个节点的转角呢是多大呢？我们可以把它放到这儿来，这个呢是它的转角，每个截面的转角。等会儿我们后面还要做一个对比。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现在呢把这个第一个思考题是这个是歪扭失稳的，它每个截面呢都有一定转角的。第二个呢是将稳定系数和欧拉公式以及规范曲线对比过了，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个承载力估算这张图里面，那么我们这个结果算出来比这个欧拉曲线肯定要低，但是呢比接近于规范的 A 曲线，大家看，对吧？为什么呢？因为我只考虑了1/1000L 的初始弯曲，还没有考虑残余运力，对吧？所以说呢我们是接近于这个曲线。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第三个思考题啊，
理解截面的这个翘曲常数，如何得到截面特性，这个大家都知道了。怎么样得到截面特性，就是 list section 对吧， list section。 好，第四个呢，我们就来研究一下这个翘曲约束对极限承载力的影响。我们想想看，在这个前面算工字形截面的时候，这个翘曲我们可以知道翘曲对它有什么影响，基本上没有，应该是没有影响对吧，因为翘曲自由度我不管你开不开，反正我这个受弯曲失稳是不截面不会发生翘曲的。那么对于梯形截面来说，我们看看翘曲约束会有多大的影响呢？那么我们可以比一下，我们把这根构件我们把这翘曲约束打开，翘曲约束打开，翘曲约束打开之后呢，我们重新计算一下，也就是相当于这个构件两端的翘曲呢，我们把它关掉了 EX07B。那么从理论上来讲呢，翘曲约束关掉以后它到底有多大的影响呢？实际上我们这个承载力估算里面我们可以得出来的，像刚才我们算出来的这个根据这个规范公式，我们把这个拷贝一下啊，这个先放在这儿。实际上如果说我把两端翘曲的话，只影响我们这个 Excel 里面一个参数对不对，两端翘曲，这个构件两端不能翘曲也不能扭转的时候，它的扭转长系比，扭转计算长度是多少，是 0.5 对吧，我把这个改成500，那么实际上我们可以看到呢，它的长系比变了多少啊？刚才是1米，它的这个等效长系比变了多少，现在我把它改成500，相当于变小了，只变小了一点点对吧，能明白吗？这就是说我把这个两端翘曲约束住以后，就相当于我这个 L theta 呢变小了一半，变小一半，但是大家发现没有，它对这个就是说总的这个最大长期比的影响呢是很小的。为什么呢？因为我原来上实验课我就讲过，对于梯形截面构件来说，它这个事件越长，它的弯曲效应就越大，而它的扭转效应就越小。如果说这个事件很短，那么这个影响是比较明显的。譬如说我们可以改一个，假设这个事件只有300毫米长，那么这个也是300，那么这边呢，我们可以看到这一排数算出来是这样的。那么如果说我把它改成150了，那么看到这个影响就大了，大家能明白吗？所以说构件呢，我们这根构件呢它比较长，所以说呢它的影响是比较小的。但是呢最后它有多大影响呢，我们也可以通过荷载微曲线来比一下啊。好，那么下面呢这边荷载微曲线应该已经算好了。这个差别呢应该是不大的，因为对于这种比较细长的梯形截面来说，它的弯长的，荷载微曲线呢是把这种表达的最清楚的。我们看到这个翘曲呢，实际上呢两端的翘曲呢对于这个极限承载力还是有影响的，而且对构件的刚度其实也是有影响的，但是呢它的影响不大。大家看到没有，这两个算出来的荷载微曲线形状基本上是一样的，因为我们这个梯形截面它比较长比较细长，所以它弯曲效应比较大，而扭转效应呢比较小。所以说我们看到这两个曲线比较一下以后呢，我们看到这个两端的翘曲约束对这根构件的极限承载力是有影响的，但影响的不是特别的大啊，这个我们就可以比较出来。好，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做第五个思考题了啊。在做这个思考题之前，我们把这个构件的变形这个扭转角先 list 出来啊， load solution。好，我们看到呢到这个最后一步的时候呢，它的扭转角呢也比较大的啊，我们还可以比一下这一步的扭转角，就是各个节点的转角。好，这是各个节点的转角。那么接下来呢就要请大家再思考一个问题了，这个题呢其实我也是给实验课的学生讲过的，如果这个时候压力通过减心
而不是通过行星，那么构建失稳会不会发生歪扭失稳呢？这个答案其实我们原来在上实验课的时候呢给大家说过，它不会发生歪扭失稳，它只会发生弯曲失稳，对吧？但是呢现在呢我们就用这个 ANSYS 呢我们来验证一下它到底会不会发生扭转。我们来看它到底会不会扭转，为什么，至于为什么就这个我上课也讲过了，我这里就不画了，现在不是上实验课，是上 ANSYS 课啊。那么这个为什么呢，就是到底会不会发生扭转呢，我们来计算一下。好，怎么样改这个命令流呢？这个命令流很好改，大家注意我们其他的都不变，但是呢我们这个 ANSYS 呢在定义截面的时候呢提供了各种各样的这个对方式。一种呢是 section offset， 一种呢最常用的呢是按照这个行星来对中。那么现在呢我们不要按行星对中了，我们按简星对中。那大家看一下，我只需要改一句话，我就可以马上进行一个实现我们这个走位通过简星。大家注意按简星对中是什么样的呢，是 SHRC 啊，按简星对中。那么按简星对中以后其他所有的都不变，其他什么条件都不变，那么我们仍然来进行一个计算。我们来看一下啊，它是最后算出来是什么样一个结果啊。那在这为了和大家比较一下，我们把这一步的这个变形还是要画给大家看一下啊。好，这个是我们这个歪扭失稳的一个情况啊。那么我现在呢把这个截面改了，我把这个截面呢改到按简星对中。按简星对中的话，我们这个荷载就作用在简星上了。大家思考一下，如果荷载作用在简星上，现在这个是不是一根轴心受压构件，是不是变成一根偏压构件了，对不对？它是一根偏压构件，而且这个偏压是在沿着弱轴上的偏。那么我们考虑一下这个偏压呢是怎么偏的呢，它是偏到这个点来了，所以说呢我们的初始弯曲呢又是这样弯的啊，初始弯曲又是到弱轴弯的，所以说大家可以断定一下，最后我们这根构件是一个双向受弯构件，对不对？是一个双向受弯构件，它最后做出来的变形应该是一个双向的弯曲，但是即使它发生双向的弯曲它也不会扭转。我们来计算一下就知道了啊。至于它为什么不会扭转啊，这个希望大家去看一下我们那个实验课的这个课件啊，我们那个里面对这个问题是专门做过讲解的，而且对于这个歪扭失稳的一个机理也是专门做过讲解的啊。停掉了啊，好，看看过了。哦，还在算。停了，不问了。好，现在实际上大家看到它还没有走到极限承载力哈，还没走到最后一步，因为这个是，现在呢，大概我们来看一下，算了多少步呢？算了96步了，而且最大值呢还没找到极值点，对吧？现在还没找到极值点，但是呢，实在等不下去了。我们接下来呢，我们看最后一步啊。我们来看它有没有扭转，当然我们也是画一个变形图啊。大家看这个呢是一个双向弯曲的一个情况，我把这个比例放大点，啊，我们来看这个每一段的变形，大家发现截面有扭转吧，这个截面基本上没有扭转啊，就是没扭转啊。那当然呢，我们还可以 list 一下它的这个，刚才我们说了，我为了对比一下，我来 list 它的 load solution， 我们来看看啊，我们就来 list 这个 y 每个节点的 y 绕着 y 轴的转角，我们看到它是多少啊？
这个转角就基本上就是零，是吧？非常小，十的负五次方。因为刚才我们算出来都是多少，都是十的负一次方啊什么的。现在我们算的这个转角是多少，我们对比一下。大家看到这个转角就比它小了一万倍，对吧？非常非常小。所以说呢，实际上我们通过这个 ANSYS 呢，我们也就可以证明，如果说我们这个轴向的压力通过减心，这个构件会不会弯，会不会弯扭失稳？它不会弯扭失稳，它就算是就算要扭，它也只可能发生单独的扭转失稳，对吧？这是第五个思考题。那么第六个思考题，弯扭失稳对构件极限承载力有什么影响？这个很显然，我们采用这个长细比的时候，要采用等效弯扭长细比，所以说它肯定是对这个降低构件的极限承载力。那么这个呢是弯扭失稳。好，那么接下来我们还要继续再拓展一下啊，一个啊什么呢？计算一个这个十字形截面的一个承载力。好，刚才我们做了弯曲失稳，我们呢后来又做了弯扭失稳。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做一下这个扭转失稳的一个情况。那么扭转失稳的情况呢，同样这个条件呢，也是材料呢，也是理想弹塑性，截面呢是一个十字形的，比较难加。如果说我们要用 DIM188 计算的话，这个初始缺陷比较难加。所以在这道题里面呢，我们把这个初始缺陷呢加为一个比较微小的扭矩啊，不考虑残余应力，来计算这个压杆的极限承载力 PU 啊，这个标准命令的讲。这个呢我们看一下啊，没算完啊，第六步。这个呢是一个十字形截面的一个扭转失稳的一个情况。当然这个扭转大家注意，我们是因为加了一个初始的微小扭矩，对吧？所以说呢它这个算出来一个扭转的一个情况。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把这个命令流呢我们来看一下。那么非常不幸的是呢，这个 ANSYS 里面它不提供十字形截面，所以说呢这道题呢除了教大家一个扭转失稳以外呢，而且呢还要教大家怎么样自定义截面。我们先回到这个 comment section，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 ANSYS 里面，大家看它提供了各种各样的截面，包括这个矩形的、这个梯形的、这个圆形的、圆管的，但是呢我翻来翻去就是没找到十字形的，所以说呢十字形的没办法，咱找不着，就只能自定义啊，十字形就得自定义。十字形自定义呢，我们就回过头我们来读我们的命令流了啊。我们来看，我们如果采用 DIM188 来计算的话，那么我们这个是 C 对吧？啊，是这个。如果我们采用 DIM188 来计算的话，就要自定义截面。那么先来看一下啊。首先呢，我们来读这个命令流 EX07C， 一些基本参数啊，截面高度和宽度都是15公分，然后呢厚度都是0.04毫米，长度呢先按1米来算啊，长度按600来算啊，因为它比较短啊，等会儿我看一下啊，这边长度也是600啊，长度按600来算，然后呢初弯曲啊，这些给它拷贝过去，基本参数拷贝进去，好，然后这个是材料的基本参数也拷贝过去啊。啊，这边呢是截面面积，先把它算出来，同样是全截面屈服荷载先算出来，啊，构件呢分了10段，然后接下来呢其他都一样，定义本构关系也是采用理想弹塑性啊，单元类型呢也是采用这个 BIM188， 而且打开这个翘曲和这个形函数精度的开关。好，接下来就发生不一样的情况了，大家看一下，我们在定义截面的时候，前面我们这里本来我们填了 T， 我们填了 I， 对吧？现在呢我们要用十字形截面，我们填了个什么呢？大家看，我们填了一个 mesh 啊，填了个 mesh 呢，而且下面这部分呢仍然是按行星来对中，按行星对中。好，接下来呢就是我们和这个07B 来比一下啊，本来这里到这儿了就应该 section data 了，对吧？输 section data 了，但是呢现在呢它这两步输完了以后呢，它不是 section data， 大家看命令 section read， 对吧？来读截面。那它从哪儿去读呢？大家看一下，从哪儿去读呢？从这个 CSSEC.SECT 这个命令里面去读。那后面这个都是空的，反正 mesh 都是照着填就行。那我们就得打开这样一个文件，也就是说，我们得先生成 CSSEC 点
SECT 这个文件，对吧？那这个文件呢，我们来找一下有没有啊？应该是有的啊。C 啊，好，这个是我们生成的文件，大家看到没有？我们生成的文件是什么样的？就这样的，这个文件得自己去生成，很长了，大家看一下。那么这个我们把这个 section 我们来。哦，我们刚才这个命令还没输进去，对吧？把这个命令输进去啊，命令输进去。好，我们来画这个 section， 这就是我们plot section。没有，等一下啊，再把它拷贝过去啊，可能这些都拷贝。好，我们有 section 了，那这就是呢我们画 list 出来的 section， 就这样的。刚才我们这个，也就是说呢，这个 section 里面呢有多少个？我们来看一下，稍微看一下它的格式，它有300个单元，1505个节点，估计是这个意思吧啊，好。然后后面就是这1505个节点的这个坐标，对吧？所以呢，这个界面，这个文件怎么去生成？我们不可能，编程那么简单，就把它生成，就是这个要去直接去编这个程序，可能非常非常难的。所以说，怎么样生成的呢？其实呢，我们也是有办法生成的。所以呢，回过头来呢，我们要读另外一个程序了，看看这个文件是怎么样生成的啊。这个文件呢，我又专门编了一个命令流，来划分十字形界面，这个呢叫 cross.mac 啊。这个命令流呢，我们看一下实际上是怎么生成的呢啊，我们先那个读一下啊，那就相当于哎呦前面又白那个啊，我们重新来读这个啊，这是另外一个和我们主程序毫不相干的，就是专门用来生成这个截面这个程序的，用来生成截面文件的这个程序。我们看到呢，首先就是啊，那重新清空数据库好了啊，重新来，被打断了，真的。那这个时候呢，我们看到首先呢就是定义单元，在这个题里面我们采用了什么样的单元呢？采用了 plane 82，这个单元是用来干嘛的呢？这样呢是一个平面单元， plane 嘛是平面单元，我可以帮助一下看看它是干嘛用的啊。那 plane 82呢是一个平面单元啊，是一个平面单元。那么这个单元干嘛用呢？大家回去好好读一下啊。那么这是一个平面单元，那么这个时候呢，大家看我定义的是一个平面单元，然后呢我把基本的参数输进去了，这截面高宽哎呀截面的厚度输进去了，接下来呢我们在 ANSYS 里面画这个截面，怎么画呢？就用 K 节点1234567 8K 节点，对吧？8K 节点画好了，然后画好了以后呢，就是画两个面，1234567 这两个面啊，这个面画好了，然后再画5678，好，对吧？当然这两个面画好之后你还不行，因为这个还有个重叠的这部分，对吧？所以说呢，我们做一个很简单的一个布尔运算，就是把这两个面加起来啊 ，Every and 啊，把这两个面加起来呢就合成一个面。那大家看，这个时候呢，它就变成了一个面，变成一个面以后呢，然后我们就开始来 mesh 啊。首先我们看一下，我们首先定义这个 error 这个 element 的这个大小尺寸，我们现在就定义这个厚度，定义成厚度，我们少画几个单元，算得快一点。那么然后再 mesh 啊，然后 plot element， 大家看这个就被 mesh 成单元了，对吧？就 mesh 成单元了。mesh 好以后，大家注意，我们前面做这么多，纯粹只有一个目的，就是写一个 section， 写一个 section 的文件，对不对？所以说呢，这个时候做完这些时候呢，我们就做一个命令，就是 section write 啊，就是用这个命令。大家看 section write 啊 ，section write， 然后呢，你把文件名和扩展名取好啊，然后 finish 啊。好，大家看一下，我 section write 以后，刚才那文件就被重写了啊。刚才现在我就少多了，对吧？465个节点，77个单元，对吧？这文件就小多了啊。大家注意啊，我们起什么作用？前面这么多命令流只有一个作用，就是为了运行 section write 啊 ，section write。那么 section write 写好了以后，大家就可以自定义截面。
而且大家注意，在这个命令里面，大家看到我没有去赋它的材质的属性，对吧？那么实际上 BIM 188它还可以就是多个不同的材料，譬如一层一层的材料不一样，它也可以定义的。所以说实际上在这个命令流里面，大家也可以直接定义 BIM 188的材料特性啊，也可以定义它的材料特性，譬如材料号1和2，譬如 Q235 和 Q35 也可以定义进去啊。但是呢，现在我们没有去做这个事儿啊，有兴趣的同学可以回去试一下。譬如说我一个工字形的梁，我一元是 Q35 的，副板是 Q235 的，我也可以采用这个 BIM 188这种情况来定义啊。那么下面我们采用这个 cross 这个命令流呢，把这个 section 的这个文件呢就得到了啊。得到 section 文件呢是一个命令叫 section write 啊。得到了之后呢，回过头我们再来看 EX07C。那么我们把前面这一堆拷贝过去啊。好，然后我们来 plot， 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 plot section 了，对吧？ plot section 大家看，这就是，没了。啊，要这个 mesh 显示一下，大家看，这就是我们新定义的，对吧？刚才比这个密，现在我们定的细一点了。好，这就是我们新定义出来的这个 section。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回过头把思路转回到我们的主程序啊 ，EX07 和节点一样的，这个不要去管它了，定义单元和节点。同样，我们 plot element， 然后呢，画一下它的 size and shape。这个呢是一个比较短的，对吧？十字形截面的柱子。好，然后接下来呢，我们就定义这个边界条件施加荷载啊。大家注意，我翘竖柱，而且大家看到，实际上我现在定义的是什么呢？我是一个两端钢接的这个柱子，对吧？两端钢接的柱子，大家看啊。好，我们把这个，然后接下来呢，定义荷载。这个时候呢，跨中呢有一个微小的扭矩啊，有一个微小的扭矩，我把它施加上去，然后呢，还有一个轴压力施加上去。这个呢就是我们的这个模型，这个模型定完了之后呢，我们就可以进行求解，进行非线性计算啊。我们求解一下，求解一下之后和另外一个模型我们还要进行一个对比啊，所以呢大家可能稍微需要耐心点把它算完。怎么算？他们都算到负值了，好。然后呢，我们把这个算完了，算完了之后呢，我们来看一下它的这个，比如说呢，我们现在呢不能画这个跨中截面的 UX 的这个转角了，我们现在应该画，我想想看，我们可以画一个压缩变形来试试看，也可以画一个。我们先看一下最后，这个是第几步最大？我们先画到第16步哈。先画到第七步，对吧？第七步，大家看这个呢是第七步时候的情况。第七步呢，我们看到这个截面上跨中截面啊，譬如说这跨中截面呢这块进入竖性了，对吧？这块进入竖性了，这个压力呢是-234×10^9，对吧？然后呢，它的另外一面，譬如说我们看这块板的另外一面呢是，就看这块板好了。这块板的另外一面就这边是这个拉力，是拉应力嘛？我看是吧？哦，这边是这个拉应力还是拉应力90度罩盘，而这边呢已经这一面呢服了，对吧？已经屈服了。所以说我们看到这个扭转失稳对每一块板件来说它是不一样的，这块板的一面和另一面它的这个应力是不一样的，对吧？可能这一面这个应力这边全部屈服了，但另外一面呢还没有屈服，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算出来这样一个结果。那么在这样一个结果呢，我们要画几个曲线啊，画几个荷载位移曲线。我们知道对于扭转失稳来说，它的杆轴是不变的，杆轴一直是保持垂直线，所以说呢我们可以画几个点，一个呢我们可以画这个点的压缩变形，对吧？画这个点的压缩变形。再一个呢，我们可以画跨中截面的扭转，可以把它画出来。所以呢，接下来我们来做这个，加一个点啊，压缩变形就 Y 方向。那
52斤。我看一下啊，是啊，这个是它的压缩变形曲线。我们先画一下，这很好，这我们发现这安先生算得很乱啊。大家看啊，这个是呢 ，axis 呢算的很乱，非常非常凌乱。而且我们看到，我们采用弧长法呢，后面呢跟踪到这个负值了，但是这些值是用不着的，对吧？这些值用不着的，我们那个把负值删掉，我们把它还是转成核的位移曲线。啊，这是荷载和压缩变形的一个曲线。我们看到前面还是可信的这个数据，对吧？算到这儿一直往下压，然后压成这个样子，这段数据还是可信的。但是算到后面以后，我们发现实际上这个结果很显然就不可信了，对不对？到这一步，这个结果很显然不可信了。所以说呢，它为什么这个就是说，这说明什么呢？这说明 BIM188 在算这种扭转失稳的这种十字形截面的时候呢，实际上算过极致点以后，可能就不是那么可靠了。不是那么可靠的话呢，我们下面呢就采用其他的办法来做。啊，所以说呢，我们现在来做后面的这个思考题啊。啊，我们把这个思考题来做一下。第一个呢，就是观察构件的失稳形式，那么这样呢是一个扭转失稳的形式。第二个呢，怎么样自定义截面？刚才我们说了，采用 section right， 对吧？然后呢，将这个稳定系数和欧拉公式以及规范曲线进行对比。那么这个题我们算出来的稳定系数呢是这个0.67798，那么0.67798我又要对比一下，这个承载力我这里有的啊。那么它的这个长度呢是600，L theta呢是300，那么这个零点，其他的公式很长一串我就不去讲了啊。那么像这个按规范算出来呢是这个0.6262，那么按这个欧拉算出来是1.0864，那么我们 axis 最后的结果是多少？0.67798啊。好，那么这个是 axis 算出来，这是我们刚才算出来的这个对比的一个结果。那么这个对比呢，我干脆把这个 Excel 传到稳定系数怎么算。那么接下来我们还是要看一下后面的思考题，我讲的快一点啊。这个翘曲约束对极限承载力的影响，现在我们也不要去管了，因为下面我们还有一个命令你要读。因为刚才我们说了，采用这个 BIM188 这个单元，我们算十字形截面，算到后面呢，实际上它不准了，对吧？所以说呢，实际上呢，我们可以采用另外一个命令流来写，我们采用板翘单元来重写这个命令流。这个板翘单元呢 ，EX07D 我已经写好了，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呢是采用板单元算出来的结果啊，稍微有点慢吧，好，我先停了，反正等会儿我们还算，我们 plot element， 啊，采用板单元来算的话呢，我们就可以更加精确的模拟我们这个整个这个结构。那么我们这个十字形截面呢，我以前在做实验的时候呢，实际上我两端呢各给它采用了一块厚板之作，把它嵌死，做得很紧。那么实际上呢，它是一个两端固结的一个情况。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如果采用板单元、板翘单元来模拟的话呢，就可以做得比较准确。那么下面呢，我们来看一下我们怎么做的啊。板翘，我们来读一下 EX07D。同样一根压杆，我们可以采用 BIM188 计算，也可以采用板翘单元来计算，但是它的这个过程稍微有点不一样。我们先看 EX07D 啊。然后呢，我们参数输入，其他参数都是一样的。好，但是这个时候呢，我多了一个端板的厚度，大家看多了个端板的厚度，这个端板呢我厚3公分啊，所以说它刚度是很大的，对吧？然后这个初始扭曲呢是考虑的500分之 L， 但是呢这个是采用板件的出平面的最大位移是500分之 L 啊。接下来我们再来继续把这个基本参数输进去，然后呢这个屈服强度这些都一样啊。好，接下来我们计算它的极限荷载，这个也是一样的啊。大家看这个极限荷载计算和前面也是一样的。好，然后再接下来定义本构关系啊。
大家注意，我们现在先定义本格关系的时候呢，是才先只定义了弹性。为什么只定义弹性呢？因为我要先进行一个区区分析，然后接下来定义单元类型。大家看，我现在这个单元采用的是什么呢？采用了板鞘单元 CL43， 对不对？我们来帮助一下 CL43。好，大家看这个 CL43 呢，是一个四节点的，我用四节点方便一点，四节点的这个弹性大应变的板鞘单元，对吧？所以我们是可以用的啊。那么接下来我们看，用的是 CL43， 有三个这个，有三个时长数 T1、T2、TS。T1 和 T2 呢，都是板的厚度、一元厚度和副板厚度。那么这个 TS 呢，就是端板的厚度啊。这个我们把这个也拷贝过去。然后再接下来就是建立几何模型了，因为现在我们用的是板鞘单元，所以必须先建立几何模型，然后再划分。那几何模型，这个我们来看一看啊。首先中点先建出来，然后呢，在 x 等于两分之 b， z 等于两分之 b， 然后建立这个线，建立一些关键点。来，我们来画 plot key point。那先建了底面，建出来了，对吧？底面建出来了。这就是一个加金一个底板，再拷贝一些点啊，再把这个十字形的这个上面一边的面给建出来啊，我直接全拷贝了啊，这个过程大家稍微去看一下就明白了啊。好，我先把这些 K 节点画出来，大家注意一下，我在建 K 节点的时候我特别费劲，我把中间也建了个 K 节点，为什么我要建在这儿呢？这是为了我到时候我考察跨中截面的这个比较方便，否则它你自动面积它不一定给你面积在跨中啊，所以说我这里给建了几个 K 节点。然后呢，接下来画端板啊，端板大家看我也画的比较麻烦了，我画了八个面，对吧？我把每一个面给分开画了，大家看为什么我画了八个面呢？因为这些面呢，到时候和我们的这个构建的板件可以共面，对吧？可以共线，所以说呢我画了八个面。当然你也可以直接画一个面，如果你直接画一个面的话，最后你要用个 glue 的命令啊。然后接下来我们建立杆件，把这个杆件呢也是八个面，我把它画好了，大家看一下，对吧？杆件也是八个面，画好了。然后我们把这个 error 的这个 number 给标出来啊，这是 error number， 对吧？从 A1 到 A8 是比较厚的，那么 A9 到 A16 呢是那个薄板。那么所以说呢，接下来呢我们就要定义边界条件施加荷载。那么这个边界条件和荷载呢，我们全部给它定在几何模型上。所以说呢，首先呢，现在我们看，当然我是怎么定这个边界条件呢？首先就是 ASEL， 就是选择面，那么就是一号面到四号面，我们把一号面到四号面的 XYZ 全部固定住，对吧？这个一号面到四号面，就下面这四个面 XYZ 全部固定住，对吧？然后接下来我们再把这个五号面到八号面的 X 和 Z 固定住，固接嘛，但是 Y 方向不要固定，对吧？ X 和 Z 固定住，这样的话呢就固接了。然后呢再在一号面上施加一个压力，这个时候压力等于多少？等于 PRES 前面我算出来了，大家看是怎么算的呢？是等于这个总的全截面屈服荷载除以我这个端板的宽度和这个高度，对吧？所以说呢，我这个压力呢我均匀的施加到这块端板上，因为现在我们端板很厚，可以这么做，对吧？所以我把这个压力呢均匀的施加上去，然后把压力画出来。好，看看这个压力呢就施加上去了。那么到这一步呢，几何模型我们就建立完成。几何模型建完了以后呢，接下来我们就要划分单元了。划分单元，首先大家注意，在划分的时候，现在我们有好几种这个时长数了，是不是？所以我们一定要用到 AATT 这个命令。譬如说我们先把面九号到十六号面选出来，然后呢 AATT 111啊，第二个呢是时长数，第二个数是时长数。所以我们看一下画面选出来，这个时候呢 AATT 它的这个，我们可以在这个 number 里面把这个，大家看到它是一号的 real constant， 对吧？那么接下来我们再选一号面到八号面，它是三号的 real constant 啊，大家看啊，这个弄完了以后呢，其实你可以用 size 和 and shape 可以画出来了啊。这个面还没有厚度啊。那么接下来呢我再进行自由的划分，大家看我划分一下啊，单元划分 plot element， 先看这 element 就出来了。而且呢我们在画这个 element 的时候呢，可以把这个是3号的 real constant，
那么这个呢是中间呢是一号 real constant 的，而且大家注意这个 number 其实有时候挺管用的，在检查模型的时候，你可以画这个，还可以画 section number 以及这个 material number。大家看，如果是 material 的话，大家都是一号，看都是一号。所以说这个呢，在材料和时长数以及这个截面比较多的时候呢，可以给大家检查。好，那么这样的话呢，这个板壳单元所建的模型我们就建好了。建好了以后呢，再把这个约束和荷载转换到有限元模型上啊。好，这个荷载，哎，荷载呢？荷载可能，哎，荷载比较小啊，没看出来啊。荷载在这儿就是0.124×10^8，对吧？这样的话呢，我们这个模型就算好了。现在建好了以后，大家注意，我们要进行这根压杆的极限承载力分析。现在如果我们直接算，它是什么样的结果？因为现在它没有缺陷，对不对？所以直接算的话，安斯是它不会给你算出一个什么，弯扭转失稳的。直接算就是一直算完就压坏，就这样一个结果。所以说呢，现在不能直接算，我们应该怎么做呢？首先要求初始缺陷，对吧？因此呢，我们首先要进行静力分析，然后再进行区区分析。这个前面我们讲过的，顺便给大家再复习一下区区分析的步骤。首先是静力分析，打开大这个运力开关，然后再进行区区分析，对吧？我们把这两个分析做一下。好，那么接下来就分析完成。分析完成以后呢，我们就可以来看一下这个它的计算结果。第一个结果呢是1.1089，1.1089是什么呢？我们可以读一下，这个是什么？相当于理想杆这个比如画一个歪门。好，这个1.1089是什么？是什么数啊？大家想想看，是不是就跟这就是这根杆的欧拉荷载？因为现在我们做的是什么分析？做的是区区分析，对吧？我区区分析是对理想压杆来说的，因此呢，这个1.1089实际上就是它的欧拉荷载，对不对？这大家可以理解吧？就是它的欧拉荷载。那么回过头，我们和我们这个理论值的欧拉，我们这个欧拉是多少？是这个 LX300LY300 它 LC300， 那么它这边欧拉算出来是1.0864，那我这个模型里面算出来是多少呢？1.1089，比它稍微大一点。大家想想看，为什么会稍微大一点呢？因为我两边有两块端板很厚，对吧？两块端板很厚，所以说呢，相当于稍微小一点，那么算出来比较大一点。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看啊，再往下看，这个算完了以后，我们再看一下第二阶失稳的模态啊。现在我们是区区分析的结果啊，这是二阶。这是三阶，这是四阶，啊，一二三四阶。那么我们同样还是看回到第一阶。那么这个一阶区区模态我们算完了以后，我们要进行这根压杆的极限承载力分析，我们应该怎么做呢？我们应该把它的初始缺陷加到这根压杆上面去。那怎么加？我们前面也学过的，对吧？首先呢，大家看观察区区模态，然后呢这个施加初始缺陷，初始缺陷怎么加啊？还记得吧？这个命令就是 update geometry， 对不对？所以说呢，我们施加初始缺陷，啊，嗯，哦，上面还没拷贝啊。首先要得到它的最大位移。好，施加完初始缺陷之后，我们来 plot element， 我们看一下，我们竖向看一下，哎，我们得把这个 ESEL on， real3，哎，多少一个逗号。好，大家看啊，刚才我那个命令是干嘛的呢？我就是把这个 real constant 等于三的这个单元去掉啊，不选。那么这样的话，我们就只剩下 real constant 等于一的单元。我们看这个单元是不是我们把初始圈已经加上去了，对吧？初始圈已经加上去了 ，plot element 给大家看一下，对吧？我们俯视的话，初始缺陷就已经加上去了。好，我们是采用这样一个方式来加初始缺陷的，大家注意啊。好，初始缺陷加上去以后，初始缺陷加上去以后呢，我们就可以开始进行极限承载力分析了。这个极限承载力分析之前，我们要把材料的特性、几何非线性要加考，材料非线性要考虑进去了。所以说呢，这里呢，我们又回到这个
这个这个 PR1P7， 然后把这个材料特性加上去，最后呢再把进行求解。求解的时候，大家看到这个命令里面，打开大变形开关，然后几何大变形开关打开，运力开关打开，然后采用弧散法进行求解。那么下面我们就来进行求解。这个时候求解呢可能就稍微花点时间，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它的一个荷载位移曲线最后和我们这个 BIM188 算出来是不一样的。这边让它算啊，我们来做思考题啊。好，我们第五个思考题呢是采用这个板壳单元重写这个一下极限承载力，哪个极限承载力更高啊，为什么然后呢对比两种试稳情况时的这个应力状态。这个题哎呀今天时间来不及，这个题大家回去自己思考一下啊，等会儿我们对比荷载位移曲线就行。现在呢我们采用了后板制作，这个后板制作对计算结果有什么影响，大家可以考虑一下。我们后板制作对计算这个影响呢，我原来在上那个实验课的时候都讲得很清楚的啊，这个我们也不看了，我们等会儿直接对比荷载位移曲线。然后我们今天还要讲点动力学的问题啊，是不是这几节课算做下来这个上下来也好。然后呢我们大家注意哈，这边还在计算，在计算呢这个刚才灌的东西太多了啊，大家稍微休息一下。我们怎么休息，我们讲一下作业第三个作业啊，这个作业三，这个作业三呢是那要不这样吧，要不那个大家自己玩一会儿吧，我那个停止啊。我这边还在算，这算的比较慢啊。大家看一下我压杆这一节我讲了几节课，我讲了两节半的课啊。其实我们这个钢压杆是我们钢结构里面最基本最基本的东西，希望大家能把钢压杆这一节回去好好复习，把它掌握。因为我们钢压杆的极限承载力到底怎么做，实际上是我们钢结构里面最基本的东西。我们同济的本科生还好点，在听这两节课的时候，我们原来还上过实验课，我这些什么原这些道理都讲过。那么现在我们只是原来用实验验证一下，现在呢我们是用 ANSYS 来把它验证一下。那么这个原来不是同济的这个本科生，可能有机会的话可以去听一下我们开的实验课，也对这个概念呢可以加深一点这个理解。因为这个钢压杆是最基本的，是钢结构里面最基本的，所以我才花了这么多时间来讲。那么这节钢压杆讲完以后呢，下节课呢我们用两节课时间讲一点动力学的问题。动力学我想大家都学过结构动力学了是吧，把动力学入一个门，然后再从第十三周开始就是讲实际工程了。大概会讲几个，一个是国家大剧院的，一个是这个国际会议中心的，还在讲一个上海南站的。把这三个，因为这三个项目呢各有各的特点，所以我把这三个项目讲一下。争取把这学期凑合过去，因为这学期很惨，一个星期五都没放掉啊。那么上学期是我在做这个备课的时候放掉了三个星期五，所以我这学期的应该柱子已经做完了。这学期的柱子已经全部做完，这学期我们开的实验课是三个柱子，一个是工字形截面，一个是梯形截面，一个是十字形，就和我这个课件里面一样。而且实际上我们前几年开的这个实验课做了这么多年，就是这些实验现象其实全部都能够得到证明，知道吧。这个 ANSYS 我为什么在 ANSYS 里面专门又花两节课给这些研究生讲这个，就很多同济上来的本科生就很占便宜，他原来做过这个实验，然后再和这个数值分析对比一下，知道是怎么做这个对比。好，我们这边算完了啊，这边算完实际上没算完，我把它给停了。那么我们那个实在受不了，算太慢，板壳单元43我们看一下算到第43个点。来，首先来画一下它的这个应力。这个时候大家注意，板壳单元应该画 Y 方向的应力啊。我们看到的是端板啊。
大家看，这是 Y 方向的应力，最后出现一个歪扭失稳的一个情况啊。这个端板很讨厌，我再把它删。大家看到这个是我们歪扭失稳的一个情况啊，从上面也可以看到，这是板翘单元算出来的结果。而且这个板翘，大家看到板翘单元呢，它两边的这个应力是不一样的啊。那么我们再画米塞斯应力，用板翘单元的话，我们就可以画米塞斯应力了。大家注意啊，米塞应力是什么？我们讲过的，对吧？来看米塞应力，米塞应力现在基本上全部都是多少？246。那为什么是246？大家想想看。哎，这个问题其实也挺有意思的，你们回去思考思考啊，为什么算出来246啊？画出来26，我们可以画这个啊。米塞斯应力啊，对的啊，大家看一下啊，这边是这个应力的情况啊，基本上是全截面全部压屈服了到最后一步。那么回过头来，我们还是要做荷载位移曲线。做荷载位移曲线的话呢，我们要找到这个 key number， 这是21号。那么因此呢，我们就然后呢，啊，这个节点就是和21号，就是21号那个 K 节点上面那个节点啊。大家看我刚才这两步 N S L K 啊，然后接下来呢，我们到这个，我们画 Y 方向的位移，添加一个。这个界面太麻烦，啊，还是命令比较好一点。啊，这样啊，我们大家看，刚才实际上这两个命令啊，就是选这个，然后我们来做这个 post 26。好，我们把它合在微曲线画出来，然后我们来那个什么一下。这个呢，这个是什么应变？这个是最顶上的那个，就是最顶上那个点的压缩变形的荷载位移曲线啊。我们和刚才的进行一个对比。哎，好多。好，大家看一下，我现在呢是两个曲线，一个呢这条呢是采用 BIM188 算出来的，对吧？这条呢是采用我们这个板翘单元算出来的。当然很显然哪一个更可信，这个荷载压缩变形的曲线，很显然我们这条更合适，对不对？这肯定的，因为为什么呢？因为 BIM188 如果你采用十字形截面这种扭转失稳，实际上这个时候 BIM188 它已经不能胜任了，这个单元它可能做的不，就是你采用 BIM188 再来做就算不准了。当然你这个实形截面如果比较长，它是一个弯曲失稳，你可以用 BIM188， 但是对于短的实形截面的扭转失稳，这个时候呢就要建议大家用板翘单元来进行分析。我们看到这个板翘单元分析，这个过了极限承载力以后，这个变形曲线是非常合理的啊，就是和我们预计的基本上很相似。那么它的这个整个实形截面的这个变形的过程是怎么样的呢？它的压缩变形怎么样呢？因为杆轴呢一直是直线，我原来讲过的杆轴呢一直是直线，所以说呢，大家看它这个压缩变形在前面基本上都是直线，对不对？基本上都是直线，一直压到后面，到了这个点以后，实际上它这个基本上是进入这个，就是这核心部分已经开始屈服了，就是这个。那在这个随着荷载的增加，本来这个杆轴呢一直都是直线，然后呢这个边缘的纤维开始屈服，对吧？一直往下压，那么压到最后，这个核心的边。这个核心的这个纤维也屈服了以后呢，就达到了这个极致点，过了这个极致点以后才开始下降啊。所以说我们看到，对于这种十字形单元、十字形截面的压杆来说，实际上我们应该采用，
板翘单元来计算是更加准确的。所以这里又回到我们前面第二节课讲过的一些问题，算什么算什么，这个你想算什么算什么问题，要采用不同的这个单元，要采用合适的单元。好，那个这个作业再稍微讲一下。作业呢，前面我们讲的都是柱子，这作业呢就是第三个作业，就是梁一根梁的这个受弯构件，它的这个计算一根受弯构件的这个临界弯矩和极限承载力。大家知道临界弯矩和极限承载力是不一样的，临界弯矩就是区区分析，对吧，就是这个极限承载力是考虑一个初始缺陷以后它的这个极限承载，它的这个极限承载力。那么计算条件都写在这个里面。这个作业我会把一二三三个作业我整理一下，我在这个五一之前啊一起交一起做啊。我已经说了很长时间了啊，不好意思啊，拖了好长时间。今天我们上课内容就这些。等一下，我那个动力学开个小头啊。动力学我们打算用两节课的时间来讲，主要前面的静力问题呢，大家发现我讲的这个特点呢，也是讲课特点，也是以钢结构为主，对吧？而且那么动力学的问题呢，其实我也讲的很简单，不复杂的。主要是三方面内容，一个呢是自证特性，再一个呢是反应谱分析，再一个呢是时程分析。讲完这三个之后呢，大家基本上对这个刚度、质量、阻尼啊这些概念呢，就能稍微有一些理解。所以我希望大家呢回去先自己看一下动力学的相关书籍啊，动力学的相关书籍。好，今天我们上课就这些啊。你把另外一个